好，今天来跟各位介绍这个 Coffee in Rush 的商品。那它的效果就是跟观众借一枚10块钱硬币或是任何一个硬币，然后在上面做签名动作。那它也可以拿什么奶金球之类的。然后我们先做一次给大家看，10块钱硬币，一二三，瞬间跑进去。跑进去完之后呢，这时候呢可以直接去做打开给观众检查的这个动作。好，检查完之后呢，它这个硬币是真的去可以给观众那个摸吗？它的硬币嘛，那我们今天用到会是这个全家的咖啡的这个商品，然后基本上它是一个通用性质的那个杯盖啦的状态。那它里面它本身的商品的道具，你拿到之后应该就是直接就会演了，也不太需要多做什么加工啊之类的，所以这东西还算是不错。那里面它有它的线上教学连接，那大家可以去看看。好，那大概就这样，谢谢。